Sergeant Peppermint, welcome. Would you please? 著名演员导演张薇女士在公益方面的努力获得了社会的认可，成为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基站大使。她担任大使后的第一个公益项目就是帮助贵州苗寨的贫困女性。 Would you please take a picture together? Thank you. Yes. 我们也感谢张薇女士对公益事业做出的贡献。二位，请各位留步。 Mr. Patrick Huffman, will you imagine stay at the stage? Would you please stay at stage, please? 我们先来问问赵薇吧。 2013年，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情，不是2013年，2016年，为什么能查到2013年？我很佩服我自己，可能是因为做公益的时间很长了。那是对，有可能是我2年前发起了一个叫"为爱白血病基金"，然后通过就是新浪微博这个平台，它的"因为爱聚合爱"这个话题达到了3亿的话题量，并且我们在2年当中救助了23个白血病的孩子。目捐的2900万，然后未来会有100个孩子会接受到白血病的救助和治疗。我很感谢很多我的影迷，然后关心我的朋友，或者是热爱公益的朋友，都通过微博这个平台来支持我们去做公益活动。我觉得希望能够公益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2017年，我们每个人尽自己的微薄之力，然后为公益多做一些贡献。谢谢，谢谢赵薇。 So, Patrick Huffman, Mr. Patrick Huffman, could you share some thoughts about this treatment to our audience? First, on behalf of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in China, I want to thank Sina Weibo for this special occasion, and also thank Zhao Wei, the goodwill ambassador for the UNDP. The power of social media for engaging the public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has never been stronger. With the wealth and the resources of billions of interactions every day, there are really opportunities to mak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 mainstream topic in everybody's life. The 193 countries of the UN have adopted these 17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2017 can be a fantastic year to boost together with all the celebrities these goals. And the UNDP will work with Sina Weibo to launch the SDG Promotion Year Plan, and together we can pave for a more inclusive, innovative, effective path towards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ogether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Thank you. 我简单的为大家翻译一下。我仅代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对本次活动的主办方新浪表示感谢，但同时也要对赵薇女士表示感谢。我们都知道，社交媒体在提高公众参与度方面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尤其是微博，凭借丰富的资源和每天海量用户互动，将助力可持续发展目标成为主流话题，让每个人都参与其中。2015年9月，193个国家通过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2017年将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年。今年我们将和微博深度合作，启动可持续发展全球目标传播年计划。开发署愿意与各位一起探索一条包容、创新、高效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是的，非常谢谢您。公益社会，你我共担。微博2017年将于更多有识之士共同来推动可持续发展，感谢所有在微公益上奉献爱心、传播社会正能量的明星朋友们。2016年1月7号，京王公益联盟正式宣布成立，一年来1100多位明星携手3亿微博的爱心用户，共同创造了654亿公益话题阅读量的暖心记录，聚沙成塔威力无限。感谢所有付出爱心的微博用户和明星朋友。 同时，我们也要感谢一个人，在幕后一直在坚持和推动，他就是微公益的创始人、新浪董事长兼首尽职新官微博董事长曹国伟先生。下面，让我们有请新光公益联盟发起人曹国伟先生上台，为我们开启改变2017公益计划。有请。 感谢曹国伟先生。今天，新光公益联盟将与众多公益明星一起来传递爱心。我们都知道，
今天在座的台下的许多明星朋友一直以来都以身作则，带动粉丝与他的关注者们共同来推进公益事业。下面我们有请在公益领域做出积极贡献的代表们，包括体坛的爱心代表刘国梁、马龙、孙杨、傅园慧，明星代表以及在场上的赵薇，还有范冰冰、刘烨、郭德纲、佟大为、刘涛、罗志祥、张天爱、蒋劲夫、杨紫、张一山，慈善机构的代表苏芒女士加入星光公益联盟，同时和曹轨先生以及和 Mr. Patrick Heaven 们一起为我们开启改变2017